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想离你远点行吗？如果不是你我能在这儿吗？如果不是你我会丢掉面试的机会吗？如果不是你好我也不会住院，离我远一点。这什么不叫如果不是你呢？3、2、1开始。学坏了，但我可以修好，修好我们给你。哎，张健。谁没有任务？谁任务啊？何月，我叫壮。哎，老师壮，何月。我撤了。我撤了。准备。哎，脸都冲着这边了。喂，老婆。姐，你还没有两个好好打电话。在哪？再来一个，飞飞教官，哟，太幸福了，我的，我这是杀青的节奏。